隔了一条马路。又奇妙的梦幻伊甸园，美丽却冰冷的荒漠世界，4K 超高画质纪录片《南极大陆冰山之下》，由专业生物学家和摄影师带领的远征队，陪伴大家进行一场充满挑战的探险之旅，看见南极灰白夹层中的无限生机。故事家线上收看。海豚生性活泼，与人类友好，但台湾近海的鲸豚数量却逐渐减少。运用 4K 摄影技术，呈现水下鲸豚最自然野性的生态样貌，一起面对台湾鲸豚保育的困境。他们面临的问题就是渔业的活动，还有陆地开发。与海豚的约定 DVD， 公视网络商城热卖中。公视2018百姓迎春，狗来发。一个遥远的村落，一群乌合之众。什么字？几个字？两个字。胡说！一个让你忘忧的神器。忘忧？那是什么东西啊？新春电影院健忘村。新春看公视，狗要龙门，步步高升。观众朋友晚安，欢迎收看有话好说，我是代班主持人张志雄。最近在亚太地区有相当多的大事，第一件可是你我都所关心的是这一次的平昌奥运。虽然它是场奥运，不过对于这个朝鲜半岛来讲，这南北韩经过这一次的一个奥运的一个触媒，让双方能够有一个伸出橄榄枝的一个机会。而在这一次的奥运的北韩代表团呢，这个北韩也向南韩的领导人这个文在寅递出了希望邀请他到这平壤去访问的一个橄榄枝。而另外一头，在我们台湾这边，这美国也对于台湾的一个未来的发展似乎有了一个新的不错的一个利多，而这利多呢，则是叫做台湾旅行法。而这台湾旅行法的内容大致上是针对这两国之间的官员的一个互访，当然这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大利多，不过当然有利也会有弊，这之间的内容在今天我们将进一步来做深入的探讨。现在介绍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来宾，第一位我们要介绍的是这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董老师，大家好。第二位要介绍的是资深媒体人齐乐义齐大哥，志雄好，观众好。第三位我们介绍的是这个政大国关中心研究员严正生严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的，那么在这之前，我们要先来谈的是，因为这亚太关系也牵扯到所谓的两岸关系，我们先从两岸关系来谈起。今天倒是有一个两岸之间新闻值得我们来关注的，它是一个外交的新闻。我国驻巴布亚纽几内亚的外馆现在传出要被更名啊，这一个外处的部分呢，原本我们的名字叫做中华民国驻巴布亚纽几内亚商务代表团，可是现在被要求改成台北驻巴布亚纽几内亚的经济文化办事处，而且
我们的外交车牌要被没收。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对此表示，他们说高度的肯定和赞赏，当然对我们来讲，这感受到是不太一样的感觉，这应该是一种被打压的感受。而且事实上，在过去，这包括的奈及内亚、杜拜、约旦、厄瓜多以及巴林，我们之前都曾经在这些的一个外处而被要求改名过了。另外一个部分，这是来自于一个市场的消息。我国的这个有这个旅行团部分，他们表示啊，好像有听到一个传闻说，这个三月之后，也就过年之后，如果有这个三月来到台湾旅游的这旅行团的一个团签，将会被全部停止。对我们来说，这种感觉加上这两个新闻加起来，似乎有一种被打压的感受。我们来看看这相关的报道。花莲强震造成多人不幸罹难，让花莲的观光面临困境。现在又传出中国各省上周向各团旅业者表示，要求三月赴台旅游团签全都停止。对此，观光局表示确实有听到这样的消息。目前我外传有听到这样的讯息，但是观光局目前还没有正式接获陆方这一方面的讯息跟通知。那局里面会再跟陆方这边来洽询了解。有旅游业者担心，如果三月后陆客团无法来台，陆客常去的景点恐怕会受到冲击。中国对台的打压不止在观光，还有在外交上。中国微信公众号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前天发讯息写道，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近日勒令台湾当局驻巴新商务代表团更名为台北驻巴布亚新几内亚经济文化办公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高度肯定和赞赏，更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我外交部证实此事，并表达严正抗议。阿纽政府屈从于中国大陆的压力啊，强迫我住处更名，并撤除住处的管牌，还有我们的领事车牌，我们深感不满跟遗憾。近来在中国施压下，台湾驻外代表处也多次被更名。去年就有杜拜、厄瓜多、奈及利亚、巴林、约旦要求台湾所设办事处改名，去除中华民国或台湾等字眼。现在巴布亚纽几内亚也发生更名状况，让外交困境更雪上加霜。严老师，您认为这样的一个外交上的动作是不是一个很明确的打压，或者这也就是他们这段时间以来有人所说的在硬的地方更硬、软的地方更软的硬的部分？哦，我认为在外交方面啊，差不多在20年前，中国曾经提出所谓的三光政策啊，说就是要把我们的邦交国挖光，要把我们争这个跟大陆争这个平等的地位的啊这些筹码给挤光。那这一部分我们如果来看这些，那现在看起来不会觉得很陌生。就是说，第一个，我们看到最近包括梵蒂冈，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友邦都有些松动的问题，我们会很担心。那另外，从去年开始，我们也看到就是很多这种驻外管处的改名。那当然，我们知道在1990年代开始啊，我们把一些真的是不符合没有办法反映我们中华民国或者台湾身份的一些驻外的这个单位啊，没有邦交国的单位，名字都改成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那这个是反应的还不错，包括从美国、从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包括什么欧洲的一些国家，澳洲从远东贸易公司这样子慢慢转过来，好事。但这一次巴纽，我们是用中华民国的名义，现在被降回台北经济文化办事代表处啊，虽然也是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但是好像是倒退了一步。所以大陆对台湾的打压，就是说不只是在这个外交挖邦交国，也在这些处这个处的改名，然后还有些其他的动作，包括可能是在我们驻外的一些享受的一些外交的待遇方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啊。所以他有很多的方式，甚至在国际组织当中，我们本来在里头，他可能会给我们穿小鞋等等。是。所以我们是防不胜防，是、哦、那这个是我想这个是大概继承的，已经是一个就是说目前在两岸关系没有所谓的外交休兵情况之下我们必须预备的。但至少就是说，如果我们从马政府时代就是外交休兵，大家互不挖墙角，那可是现在的情况就是有一些，我认为譬如邦交国的转向，可能像巴拿马，他们有一些他们自己战略利益的考量，那个是拦不住。是，可是大陆给我们逼我们这些代表处改名，我觉得这个是两岸关系之间
的一个问题了，就是说过去他可能不会在这一方面动手，但现在有在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回应的，就我讲这个是蔡政府应该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了。齐大哥，因为过去就像老师讲的，他可能在马政府的时候他这边不管，可是现在你用到中华民国，你用到台湾，我就让你改名，像这一次他就是中华民国，他要求你改成台北，您怎么样看这个动作，是不是慢慢的他会针对所谓这个是一个国家的身份或者是一个地区的身份，他会在这地方来开始做文章？对，这个蔡英文蔡政府上来大家可以预期了啊，不承认九二共识就会有这些，这大概都在我们预期中了哈，慢慢的会可能会减少啊，甚至于有人很更悲观，会有雪崩式的，现在还在观察嘛啊。对。但是我觉得这还是仅限于两岸关系之间的。嗯哼。啊，两岸关系的这，但我比较关注的就是现在这个中美两大国的战略平衡的这种博弈的，已经开始在展开了。是。台湾会有一个有会面对的一个很险恶的一个选择吧。或是一个考量，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台湾这个旅行法。那台湾这个旅行法呢，我先跳过来先说，没关系，可以。就是原来有个台湾关系法，现在有一个台湾的旅行法，他们两个可以做一个对比，都是中美两大国战略博弈的一个妥协的产物。是。当年台湾关系法是因为要平衡中美要建交了，所以跟我们有一个台湾关系法来平衡。那他现在他要平衡什么呢？这是我们要关注的。虽然外交越来越减少，这个才是最主要的。就是当年的平衡是只有中美台三边关系，会有量变，会质变。是。现在这个平衡已经不仅是两岸关系了，包括区域安全的关系在这里头。我是担心啊，这个量变呢，会进一步的会有质变的可能。这个质变是什么呢？往大的讲，就是最近王岐山啊见了美国的一些人。包括鲍尔森财政长，以前的财政部部长鲍尔森，他问说，这个川普现在的这个现象，在美国这个现象是罕见的还是趋势？是，这非常重要。中国现在也在看，如果它是一个罕见的，我想变化就不会很大了，就两岸关系会有。但它是一个趋势，会不会回到一个新冷战的一个局面？是。如果要回到新冷战的话，对我们台湾就要面对了很多的战略性的抉择。如果这个大的前提我们如果选的不是很好，或是采取的策略不是很有弹性灵活的话，那可能那个后果会比现在改一个名降一个格那个问题可能会更严重。那如果做得好的话，也许我们还会有一些的这个继续发展的可能。所以我刚刚讲到的是这个是一面两岸关系，但现在不只是两岸关系了，是现在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上两岸关系依照目前来看，绝对应该也不是单纯就是只有两岸关系，因为这牵扯到的不会只有两岸，还有美国，还有日本，甚至更广的话还有相关的一个周边的国家。所以我们也想请问一下董老师，因为您也长期关注这个民进党政府过去以来这个两岸关系的一个政策，您怎么来看？有很多人也都说了，蔡英文上除了九二共识这四个字没有说出口，他的内涵、他的过去历史，他几乎都曾经在他上任之后逐次的能够来做一个表述。你怎么样看说都这样做了，甚至有人说他就是善意最大都已经出来了，但是中国的这部分似乎没有要退让的感觉。我想首先说清楚一个观念了哈，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交以来，对中华民国乃至于台湾的国际生存的空间的打压从来没有停过，即便在马政府时代，所谓的外交休兵表面上只是说不挖邦交国，但对我们台湾或者中华民国的国际生存空间其实是有做没说而已。好，这是一个方面。所以我们再回来，所以九二共识就是民进党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识啊，才会遭受到这种待遇。我觉得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我倒过来这样说比较快了哈，民进党政府接受九二共识，所以我们的国际空间就可以大幅的扩展吗？难道是这样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即便今天是假设今天是国民党政府执政的话，其实呢，中共也早就准备好把他的九二共识内涵改变了。所以这就是从这个中共十八大啊，他的政治报告里面有提出他的对台政策的这个对台谈判的三部曲。好，那个时候因为他们看到马英九连任了嘛，连任了以后，那他后面有他的政治行程要走的，
中共的对台政策就是要统一台湾，他从来没有骗过我们。所以即便是九二共识，他就会有新的解释。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如果国民党政府还是执政的话，那么如果不配合中共的新的九二共识的解释，就是一中统表的那一套，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一中的两岸同属一中，如果不配合那一套往统一的方向走，他的国际打压一样来，国民党一样是在搞台独，那个帮国民党制造的那个台独帽子都已经准备好在那里了嘛。所以我觉得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然两岸关系是等于说东亚的一环就对了。是，那美国美中他们之间的这个较量也好，竞争也好，其实从美国的角度来看，2010年开始起的大变化。当然2010年这个奥巴马政府当时就提出这个亚太再平衡嘛，就是您刚刚所说的平衡的问题，亚太再平衡，乃至于美国的智库、媒体、学术界、政界对中国的观感已经有大幅的改变了，认为中国是一个竞争对手，而不是一个可以合作的对象。所以川普政府上来以后呢，你现在看到川普政府的这些改变呢，其实是奥巴马政府末期就已经开始在启动了。除了这个台湾旅行法之前有一个这个美国国防部的国防授权法案，那个其实在2016年，就是奥巴马政府还在的时候就已经通过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就对了。是，这也是一个亚洲战略结构改变的一个，应该是说都目前都正在发生中。是。我们刚才董老师已经提到说，这是可能对岸就是这样要求，但是可能更重要的是国内的民众怎么来看蔡英文的一个两岸的一个表现，因为毕竟他是中华民国总统，他要面对的是中华民国的民意，他才有办法来接受他连任的一个考验。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可能最近比较接近的一份有关于两岸的一个民调，这是在今年的1月21号到23号进行的一个电访，它是由财团法人台湾民意基金会所做的。它的题目是：一般而言，一般来讲，您觉得蔡英文政府一年多来在两岸事务的处理上是太强硬，还是太软弱，还是刚好？我们看到，认为它太软弱的29.8%，刚好的30.3%，虽然这两个是相当接近，都大概30%左右；太强硬的大概是23.3%，稍微少，不过可以看出来这三个数字上差距不会太大，不知道就16.5%。我想请教一下严老师，以您这样长期在关注就是政治发展上，您觉得这份的民调跟目前两岸的关系的一个变化，有人说这是一个冷和关系，你觉得这个的民调的反映出来，民众的看法是？我觉得这个民调其实蔡英文看的话应该觉得非常满意了，就是说以三成觉得刚刚好，那他的主轴是维持现状，那这样的情况之下，虽然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的外交方面的国际空间是受到了挤压，然后我们的这个经济受到了一些冲击，但是以他维持这个政策，可能很多大多数的民众大概没有反对的这么严重啊，那从蔡英文执政来讲可能是可以接受，可是我们也要从对岸来看啊。刚才董老师提的就是说，即使国民党执政，可能我也提了，譬如说梵蒂冈要建交，他才不管你什么两岸外交修兵的；巴拿马要建交也不会管你，他先主动会跟你断掉。他可能看他自己的利益。哎，他有他自己的利益，但是有一些确实不是在这一方面考量的，那就是大陆的善意不看有没有善意了啊。那可是我认为过去这几年，包括我前一阵子在大陆做交换的时间，我可以感受到，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所营造出的一个气氛，确实跟对岸不是那么友善的。那对岸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对台湾的这种在乎的程度也相当的低啊。对岸对台湾比较正面看法的，大概都是中年以上的人，他们会觉得说台湾的民主、台湾这些，他们是很欣赏的。年轻人从特别是我们讲说80年以后出生的，可能小的时候曾经经历过天安门，但是也太小，不是很清楚。他们就是活在一个威权的机制里头，他们也没有觉得什么不好。他们的对现在的大陆的经济发展可能很正面，所以我们不断的跟大陆在这个现在在这个冷和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是创造了一批新的敌人啊。那我们也从最近的一些民调可以看出来，这个是我比较担心，就是过去的一些两岸之间。我们靠着一些经济在互动。老师，我先稍微打断，因为您刚讲这个问题，我也想到，您认为说可能现在对岸的年轻人对台湾
可能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好感。那一样的道理，事实上过去也曾经有些数据显示出来，台湾的年轻一代，对于中国的一个好感似乎对也不高，这是不是也显现出来？但是现在问题相处的一个现在问题出在我们这里，就是说我们创造出一个所谓的天然独的一个文化，然后呢，我们让我们的年轻人觉得说我们是应该走独立的路线，可是事实上领导人根本不敢宣布独立。你在培养一批很有挫折感的年轻人，然后对岸，你要真的说是天然独，你就独了，他又不能走独的，那现在反而这种挫折感会更严重。那这样子双方这种没有善意啊，而且就是彼此互相瞧不顺眼的这个情况，其实对两岸关系这种未来一个和平的走向是不利的。乐一哥，可以问一下严老师这样的看法，依您这样长期关注这个两岸发展，您怎么来看这个现象？因为如果说是我们当然也是说，如果人跟人之间彼此有一个好感，很多事情很好讲，像这一次的两韩的一个变化。但是如果说慢慢的，这不是政治人物的问题，这是两岸人民的一个问题，那这样的一个发展会不会可能不是对于两岸发展那么好？对，刚刚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是两岸关系的层次，一个还有区域安全的层次，这两个是互相交错的，我们很难去区分这就是两岸，这是区域，它是彼此交错。但我的结论是，我觉得区域的那个架构的影响力比较大，是比两岸单独的互动要大得多。我的判断是这一个。第二个就是针对这九二共识，刚刚董老师也说，我部分是认同他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如果承认九二共识，但是对统一的问题不有正面回复，可能还是会有问题。这样的论述我也承认。如果就是说我承认九二共识，但是我是 gay， 我只是讲讲，但是统一跟我无关，这个到最后还是会有问题的。但问题是说不承认九二共识，那个情绪会不一样的，那个模糊的空间跟掌握是没有的。你如果承认，将来你也不统一，但是至少你有一个神主牌放在那边，下面你还可以，那个紧张气氛没有那么大，至少他也没有理由对台湾采取更激烈而及时的威胁，我可以这样讲，及时的威胁至少没有。但除非你反对统一，所以对于九二共这个问题，我部分认同，但是还有部分可以讨论的空间。是，好，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你刚刚谈到的这个两岸关系，我讲这个刚刚前面不是有一个民调吗？好，刚刚那个民调，我讲另外一个民调，因为民调非常的多啊，是，看了都很眼花缭乱。我用另外一个民调，我是用天下杂志的民调，另外的民调，它相对来说比较客观一些啊，这个政治色彩相对来说，虽然有人有，没有关系，我想各个机构的民调我们都尊重，我们不去做评论，对，没有关系。您有两个很重要，就是说认同不提九二共识的人是48.9%，比要承认九二共识人要多，就是48.9%认为。不提九二共识，不提的支持度比较高，它是48.9%，那高过要提的是41.6%，这是一个。第二个很重要，就是台湾当今最重要、民众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总共排出10个，我告诉你，改善两岸关系排第5，它只占12.6%，提高台湾竞争力最高43.5%，就业20%，贫富差距是14.9%，这两个数据如果合在一起，我们得到了一个初步的判断，就是。两岸关系的这个因素似乎没有那么紧迫，就是说你就似乎在这个情况之下，老百姓的民众的感受也没有把它放到是一个绝对性的位置，而且比例也不是太高，所以也就是说目前走到这一步，当然不要再继续走坏下去了，也不可能再重提九二共识了，所以怎么弄呢？就是回到我刚刚一直讲的这个大的结构的这个问题，正在较量中，马上就要立刻产生了，就川普的这种一系列的对中国的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北韩的，包括贸易战的，包括网空天空，我们台湾究竟是要做怎么样的一个政治判断跟决定，这个很重要。是，董老师，事实上从19大之后，这19大之前当然对台的打压就一直存在，但是19大之后我们看到它的样态越来越多了，例如说在19大的时候对台工作谈话，它是以6个任何，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他认为说把它分裂出去都不可以。好，那接着在去年底的时候，连续的远海长航，甚至在对岸他就直接用绕台两个字，我们的国防部也直接定义这种绕台的字眼，还有包括阿所相关的一个行为，就是一种文攻武吓的一个部分。好，接着 M503 航路，当然也有人认为说这可能跟之前有所谓的这个。他们的国防预算里面的授权法案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也是在那个时间或许是一种回
就是一种报复的状况。好，当单方面开通 M503 的北上航路，接着因为我们也要因应，所以最后我们针对厦门以及东方航空的这个春节加班机并没有来通过，最后他们也来做一个取消。接着就是今天的这个新闻，就是我们驻巴布亚纽几内亚商务代表团被迫改成台北驻巴布亚新几内亚，也用了他们的一个对于这个国家的一个称呼的方式，而且也被降为就是不是一个中华民国，而是台北。好，接着对台旅行团的部分，这个业界现在传出这样消息，但是真是假不知道。董老师，我们会感受到有军事、有外交、有交通，而且还有对民众最直接的民生，因为可能很多段时间，相当多的旅行团、相当多的旅游业者，甚至是饭店，他的一个业绩是相当低的，就要过年了。老师，你怎么看这个的压力？是不是对于蔡政府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沉重的负担？我相信是一个压力啦哈，但是我还是这么看了哈。其实1949年之后的两岸关系，中共的对台湾的各种的打压没有少过。台湾是这样子成长茁壮起来的，台湾并没有说依赖中国。过去60年来，当然马政府执政8年，两岸关系是相对的好，这不能否认。那现在因为中共有政治，他有他的政治主张，他有他的政治前提，所以说这些手段再把就是继续把它丢出来嘛。我的意思是说，台湾其实并不陌生了，也早就经历过很多。台湾的成长台湾的发展，台湾的安全要靠我们自己你不能去依赖，包括台湾的观光业。没错，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是说。因为可能民众现在的生活压力会是最大，就像刚刚齐大哥讲到那一个，竞争力、拼经济、竞争力跟拼经济是最重要的，所以民众可能心里面是最大。那如果这样的一个压力，当然目前我们刚刚看到说，这一个刚才如果以两份民调看起来，像蔡总统他在这部分的一个 backup， 他的一个背后支撑是够的。但是如果之后的经济压力更大了，会不会可能逼得他在两岸部分，他要去思考怎么去解这个套，甚至是不是要松口说出92共识？我相信民进党政府每天都在想说两岸关系要怎么解套。你看，就算是这个最近的这个 M503 的这个事件，总统府也好，我们的陆委会也好，各单位也好，非常高调的也是很坚定的回应，但里面一定有一条，不放弃跟北京能够有协商沟通，一定有这一条的。所以说没有问题，民进党政府不会放弃跟中共协商沟通。现在的问题是，北京把协商沟通这个门关了。好，这是第一个层面。再回过来，那我刚刚说过，就是台湾的成长得要靠自己，所以说第一个就是台湾的竞争力。我必须强调这个观点了，我们的竞争力要强，不是依赖中国强的。所以你今天是只看两岸关系的话，你就看这个打压那个中断，这个打压那个中断。但是你如果放开来看，就台湾跟全部的国际社会的关系，跟各国的关系，其实相对是在加强的。就像这个观光业也是一样，已经在就任以前，蔡英文总统在就任以前就已经估计到他会中断这个所谓的这个陆客嘛。陆客是一个政治陆客，因为中共对周边，他亚洲周边所有国家全部都用过了嘛。韩国限韩令，日本限日令，菲律宾限菲律宾令，越南都限过，大家都遭受过，大家都遭受过一轮了。所以观光，我们台湾的观光业不能依赖那一种政治游客来成长茁壮。是，相反有是最好的，我们也希望说两岸关系能够缓和，大家对不对？能够自由的来去，这是两岸台海的和平的基础之一。是，但如果北京把它中断的话，那我们就得靠自己去提升我们自己观光的竞争能力。所以最近的讨论，看我们每一个观光景点，传统的譬如说垦丁大街没落了，阿里山没落了，大家一开始说啊，因为陆客不来，后来想想不对，台客就对不起，我们台湾人自己都不去了，为什么？或是说其他外国人来也不太想要去，我们的竞争力是自己在丧失的，不是因为单纯的陆客中断而丧失的，我觉得这个要把它厘清了。好的，那另外一个大家可能对于两岸关系目前可能也会是一个充满变数的一个要素，就是台湾旅行法。我们先来看看台湾旅行法的相关内容。
总统蔡英文去年一月出访中美洲，过境美国休斯顿及旧金山，虽然受到侨胞热烈欢迎，但就是无法到华府进行高层访问，原因就是受限于台湾关系法。除了台湾的正副总统、行政院长、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无法到华府访问，美国的将官和助理部长以上层级的官员访台也受限。不过未来渴望解禁，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7号无异议通过台湾旅行法，鼓励美台所有层级官员互访，下一步将提交到参议院全院进行表决。对台美关系，基本上来讲是一个正面的发展，但是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必须还要看。可能行政当局拿这个也对大陆啊做一些表态，甚至于施压。不过这是非常敏感的一个问题，我想大家三方的政府啊都会非常的谨慎来处理。台湾旅行法指出，美国国会认为美国对于台湾高层访美的自我设限，使得双方一直缺乏有效的沟通，政府应鼓励各层级官员互访。不过此举引来中国极度不满，强调台湾旅行法有关条款虽然还没有法律约束力，但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我们奉劝台湾方面不要挟洋自重，以免引火烧身。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也发表社论，提及台湾旅行法就是摧毁台湾法，一旦成为正式法案，中国将会彻底打压台独或武力解放台湾。学者认为，法案还要等参议院和总统川普签字才成案，未来行政部门会如何执行将是关键。好，我们刚刚听到了，这要川普签了才算数，他的一个行政流程，我们来看看。好，这个法案起源呢是过去在2016年9月由美国联邦众院提出的一个台湾 Travel Act of 2016。好，他是希望促进两国所有层级官员互访。接着有参议员提出参议院的版本，不过并没有通过。接着在2017年1月跟5月，分别在众议院以及参议院都有这个国会议员来提出来，接着在2018年1月9号众议院通过，而在2018年2月7号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通过，而且其中有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因为这次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采用的是众议院版本，所以通过之后它就少了一个要协调的时间，所以只要表决通过之后就可以送进白宫，这就要看川普要不要签了。但是如果川普他不签，那么他就是退回国会，这时候如果再经过参众两院三分之二的多数再次通过，总统就必须要接受。严老师，您认为川普会签还是不签呢？您认为川普要签还不签之前，参议院全院要先通过？是啊，好。那如果假设我们说参议院通过的话，参议院通过，我们看就是说真的要通过的话，大陆的反应是什么？是大陆有可能会召回大使啊，或者做一些更急剧的表态。那川普这时候他要做他的考量，到底他要不要签？他可能不签，那就像这个上面讲的，如果他不签，但是国会有三分之二的多数啊，然后来强行通过，那就真的成为法律。那如果我们真的看大陆有一点没有讲错，就是大概这个跟台湾关系法是有一部分是有抵触的啊，那就是一个有些官方的互动，但我都不在乎这一些。我觉得即使台湾旅行法通过，我们也不至于说需要欣喜若狂。为什么？因为美国在台湾关系法之后发现台湾跟美国的互动并不是这么的顺畅，所以到了1994年才会有所谓的美国对华政策的8项检讨或者说调整啊。调整之后就是刚才我讲的，包括把我们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变成了所谓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那我们觉得这个反应得很好。他在那个八项调整政策的里头也提到，就说美国不是国防外交这种官员啊，内阁的阁员，譬如说他讲的是这个经济跟技术 economic and technical 这些的部长是可以来台湾的。可是如果我们看从2000年到现在18年当中，美国什么部长来了？来一个叫环保署署长。这是最唯一的一个真实。那你说美国有没有其他官员可以来的？农业部长不能来吗？商务部长不能来吗？包括能源部长，这些都是 technical 或者 economic 都没有来啊。那美国的这个八项政策调整明明就可以，他们都可以来，为什么都没来？那你这个都没有做到，你现在跟我说，哎，有一个台湾旅行法，未来我们的国防官员都可以来了，或者国务卿都可以来，我是不会去相信。因为你过去有20年的时间来证明你通过的
通过了这个政策调整，你都自己都不去执行，我怎么会相信你现在会去执行？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台湾旅行法的法案内容。第一个，允许台湾的高层官员能够进入美国，并且和美国官员会面，而也允许美国政府的官员来到台湾访问。而一个蛮重要的是说，允许我们在美国的这个代表处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能够在美国的各项的一个活动，以及我们台湾官员到他们访问的时候的过程呢，能够参与而不会受到限制。我想问一下齐大哥，你认为这个法案它幕后它的背后老美打的算盘是？老美打的算盘就是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川普这个政权上来以后，它究竟是一个例外，还是一个真实的美国整个社会精英层他们对中国的看法，这很重要。比如说现在把中国当成是一个战略竞争者，这还好。战略竞争讲了很久了，他用了一个词以前没有用过，叫修正主义。强权修正主义，这个很严重。修正主义是什么意思？对什么修正？是对美国所领导的国际的这个机构、这一个组织、这个 game rule 的一个反制，想要自己另起炉灶。这个对美国来说是真正的权力上的一种挤压嘛？所以我觉得，刚刚前面也谈到了很多那个技术性的官僚都不能来，那这个有没有可能会来？我个人是判断啊，我个人有个判断，因为现在环境改变了。如果川普认为把中国真的定性成是一个自由的跟压制的两个世界的对决，那个后果会比较严重，双方的对立会比较严重。那个时候，台湾对美国是有利的，至少台湾是他整个亚太前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他一定会跟我们好的，所以才会谈到那么多，突然就从技术性跳到了国防、国务院一下变那么多，为什么？是他的好意吗？不是，因为台湾在他对于中国的看法之下变得重要了，变得不可缺了，变成了一个比较便宜的砝码，但是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所以我补充一下，就是这样子算是像是一个筹码吗？不是，最近就是我们看网络上面有传一个，就是我也去听了啊，就是一个对台湾非常亲台湾的一个学者任雪莉啊，谢丽 Rieger， 他在参加在这个 George Washington 这个 Psych Center 上面一个座谈会，他提到了用的字是说，他认为美国的国会在调侃台湾，在逗一下台湾，就他说你今天提了这个法案过了，台湾会有很大的危险啊，因为可能对岸的抗争等等，然后没有过呢，你让台湾对美国的信任感也不好，所以他这么一个亲台湾的学者都认为说国会提这个东西到底是对台湾有利还是不利，从他的角度来看是不太好的。我稍微再说，就是这次访问到民主党的众议员叫康纳利、康纳利他曾经说了，他最近说了 好几句话，花莲的他也来了嘛，我把他整理出来了，就为什么这个法案他究竟他的用意在哪里啊？按照他的讲法至少有几点，第一个，他对台湾孤立的一种扶持、这是一个，台湾不能被孤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两岸问题要和平解决。第三个，必须要以台湾人民的自由意志为基础。他讲了这三大点。是。那有意味的，他还讲了，即使川普总统反对，他认为参众议院有三分之二都会通过。如果 veto 就是川普否决的话，还是有三分之二，你还是得。那最后就要落到刚刚谈到的。他的法律哦，可不是公报，是需要执行的，没有错。但是执行怎么执行，在哪个层次上，多少的频率，内容多少，这有很大的 bargain 的空间。是，我们来看一下，因为针对这一个是台湾旅行法，实际上有各界不同声音。我们现在看两岸的一个声音部分，先看到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耿爽，他表示相关法案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以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方是坚决反对，并向美方提出严正的交涉。而他们的外交部另外一个发言人陆康也表示，美方应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不要与台湾进行任何官方往来以及接触，不得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而我国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表示，这种不当的发言只会激化两岸民意的对立。他也强调，他希望美方继续坚持《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深化台美的关系。来，我们再看另外其他各界的看法。在我们的一个总统府部分，针对这个事件，是感谢美国国会长期对台湾在各个领域的坚定支持。另外，FAPA的部分，因为各界也都传闻说，可能这一次的这个旅行法，可能FAPA在那边也出了相当大的力。他们认为，美国应该废除跟台湾高层互访的自我设限。
而政大国关中心主任丁书凡则表示，美国内部弥漫的反中情绪，法案如果真的通过，那么台美官员互访是会牵涉到利益交换，值得密切观察。而在对岸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副院长严安林则认为，这是美国打台湾牌以制约中国崛起的一项举措。董老师，看出来两岸的一个声音是不太一样，但是其中有一个部分声音可能多少也可以感受到，是说这个牌打出来了，可能到时候台湾某个程度上它就是一个被动要去接受。但是就像刚才严老师也提到，你被动去接受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个问题，对台湾可能不一定只有利多，当然也有可能它有一个负面的效应，可能也要去面对。您怎么样看这样的一个状况，民进党政府要怎么样接招？刚才所谈到的中共外交部的发言，那八个字，坚决反对严正交涉。2017年呢，对美国涉及到台湾的无论是法律啦或是政策啦，中共的外交部已经五次这么说了，就是有五次过2017年。还有外交部说的美国中共外交部哈、美国不要对台独发生错误信号，然后不要发展官方的关系。大概至少一二十年了，都是这样讲，所以在我说来耳熟能详，我甚至都可以倒背如流。好，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民进党政府呢，就是说其实没有，我刚才在强调，没有放弃两岸关系。蔡英文总统他很希望两岸关系、台美关系是两个对等的，不是三角关系，是两个对等的关系同时发展。今天只不过北京把门都关上了，美国把门通通打开了，我们台湾总要有路走，嗯哼，没有道理不去，人家把门打开了，这边把门关上了，我们台湾能够怎么办？我觉得这一点是北京自己要考虑的。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台湾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自我折磨，好像什么事情都是我的错，我自己的错，我就也许可以不用这样想。那这个台湾旅行法呢，它还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意涵呢。你可以发现过去两年川普政府上台以后，美台关系是全面性的发展，政治、外交、军事、经济乃至于社会文化合作都有，其实都有进展，而且很快的进展，这只是其中一环而已。那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呢？我觉得第一个，它是美国第二个以台湾为名义立法的，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美国的法律哦，我还不知道，要请教严老师，有没有其他的法律是用其他国家的名称来立法的？我想不出来，就台湾有。好，所以它是什么意思呢？而且这个台湾旅行法也很奇怪，就是说它是规范，就是说哦，必须要双方的开放，双方的那个官员的交流。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说你这件事情是不需要立法的，就是你政治上可以做你就做了嘛，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法律，或是没有任何一个文件，具体的文件说，这个台美双方的官员不得互访，台湾的总统、中华民国的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不得到华盛顿，没有那个书面的东西，这只是一个默契。所以你今天要做的话，美国要做的话，你就开放不就得了？偏偏要立一个法出来，所以呢，这代表是什么？第一个，台美关系的官方政治关系、外交关系是正式的提升，是第一个含义。第二个含义，它毕竟是法律，它跟以前的政策不一样，所以未来就是说，除了这个我们乐意兄说，它操作的空间很大，美国操作的空间很大。再过来就是说，美国的参众两院都有正式的这个权力来介入台美关系了，随便一个参议员、随便一个众议员，马上就可以质询美国政府，你到底有没有执法？我觉得它的重要性是在这里。其他哥，我想先问你一下，如果说这是有一个操作空间的，你认为会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或许它的操作空间可以去做一个处理？操作空间就是当中美两大强权在很多议题，比如说朝鲜问题的议题上，你如果中国不是很配合，反而方向不太一致的话，我觉得台湾会相对来说它的操作空间就比较大了。那这样某个程度可以被称为是一个在这个亚太的这整个一个国际关系当中，有的人会认为说，这样是不是会沦为一个所谓的筹码或者是一个棋子的一个概念？国际政治之间本来就是小国向来就是大国之间的筹码，但是小国有的更厉害，就可以在大国之间呢来寻求他自己生存的。比如说北韩，金正恩就把几个大国都完了，对不对？现在还全身
不但全身而退，现在好像还有上升的趋势，还是参加东西奥运了。所以也就是说，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就是王岐山很关切的一个重大的问题，虽然他稍微远一些，但是也不是太远，就是川普现在这个情况对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判断，究竟是他们少数白人这种精英的个人判断，是还是美国总体的判断？如果是的话，就决定了最后中美关系未来的走向。他们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相对定性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的选择嘛。我们就要做出一些的抉择。是，当然我们不希望哈选边站，任何一边啊，对我们来说都是不利的。至少你没有自主性。我觉得倒是可以有一点，当年周恩来啊没有把香港收复掉，就是意味着把香港留作共产世界对于外面的资本主义的一个窗口。那我觉得未来如果有可能，台湾努力的去做两大强之间博弈之间的一个窗口，可不可以有这种可能？对啊，严老师，因为刚刚你也提到，你也担心说这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一个效果可能会出来，是不是有可能像这齐大哥所讲的，就是在两个强权当中，事实上台湾也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而在这平衡点是可以得到最大利益的，相对也可以避免掉您所担心的一个负面效果。你认为是不是有这空间是有？我觉得当然是有啊。我们看到过去有些比较成功的一些国家，可以在两个强权之间玩，就是说玩得很平衡的，譬如说泰国在十九世纪，对不对？英法两边都在争取他殖民地，最后他保留了他的主权，就是让两个国家都没有抢到他。二次大战期间也一样，在同盟国跟这个轴心国之间玩到最后，泰国本身也没有受到日本真正的占领啊，所以这个是你要是会操纵这种政治是有这个机会的。包括像在东欧的一些国家，北欧的像芬兰，过去他在这个北约跟这个华沙公约之间，他尽量不采取一个靠哪一边的这个政策，结果他也维持了他的主权。如果我们今天认为我们的主权是最重要，要维持住的话，有的时候必须要稍微有一个平衡的做法啊。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就是说以目前来看，美国当然是我们在安全上面最大的保障，可是呢，川普这样的一个认同台湾，是因为台湾跟他买武器吗？跟他有战略价值，还是说他今天真的像过去美国有很多传统，他们当时支持波兰是因为波兰人是要争取自由的，或者什么平等的，或者民主的价值？他现在川普我没有看到他很重视我们这样的一些跟美国比较这个类似的价值，而提的都是要一些战略的考量或者做生意的考量，我觉得这个是对台湾不利。我很希望看到的是，川普在强调任何对台湾的是说，台湾应该要有一些更好的一些待遇，是因为台湾是民主，因为台湾是自由，台湾是市场经济，台湾是法治的国家，而不是这些就是说可能对他这个在战略布局上面有利。当然，我也同意其他个看法，就是说今天现在以美国国防的这些幕僚大部分都是军人出身的，这些人对中国大陆的好感度非常的低，所以他们所提出来的政策都是比较鹰派的啊。可是国务院会不会完全愿意走这样的路？国务院有国务院的考量。那如果今天川普在这个其中选举受挫了之后，这些政策会不会受到改，会不会因此而改变？我觉得还值得观察。的确，这一次如果说我们能够在这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能够寻求最大利益，我相信这可能是全国人民都希望的。不过在最近亚太有另外一个平衡导致出现了新的平衡状态，这就是在南韩以及北韩之间，在这次的平昌奥运过程当中得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机会的一个契机。但未来会怎么样发展，目前看起来还有一些可能大家还在看的，因为包括这个文在寅本身也讲说还有一些需要去创造的条件的环境。那么我们现在看看今天最新的发展。조선민주주의민공화국최고인민회의상임위원회위원장김용남동지를단장으로하는조선민주주의민공화국고위급대표단은남조선의문재인대통령내외와함께11일서울에서우리예술단의축하공연을관람했습니다就在金宇正、金永南等一行人返回平壤，向领导人金正恩报告之后，除了由金正恩指示研究如何改善南北关系，北韩官方媒体也罕见地迅速报道了两韩高层对话的消息，还以大统领来称呼文在寅。虽然文在寅也会见了美国副总统潘斯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但日本东洋经济周刊分析指出，文在寅对北韩代表团相对而言较为热衷，
显示以金宇正、金正男为首的高规格，加上三池渊乐团的美女牌，初步达成了拉拢韩国、分化与美日同盟的目的。日韓米の緊密な連携のもと、圧力を最大限まで高めていくことで一致をいたしました。东洋经济周刊引述日本外务省官员的话说，韩国以国宾级的礼遇接待金宇正，文在寅与北韩代表会面时也不谈半岛非核化的问题，实际上等于宣告三国合作变的图具形式。当然更不用提日方所提要求韩方落实具有政府间条约性质的慰安妇协议，要求北韩让被绑架的日本人全数回国，被南北韩置若罔闻。对于北韩这次的外交胜利，对美日韩同盟怀有疑虑的中国自然大表欢迎。朝韩作为同一民族，改善相互的关系，推进和解合作，符合双方根本利益。不过与韩国执政党友好的韩民族新闻则是认为，即使文在寅总统接受平壤当局邀请进行两韩高峰会，能不能成行还要看美国的态度。As we've said for some time, it's really up to the North Koreans.To decide when they're ready to engage with us in a sincere way, a meaningful way. They know what has to be on the table for conversations. 韩民族新闻指出，公元2000年与2007年的两韩高峰会都是在北韩先与美国接触并达成默契之后，两韩关系才可能有实质进展。因此，文在寅真要与金正恩进行高峰会，韩国势必要说服美国与北韩接触。而美国副总统潘斯说，乐见两韩和解，也愿意和北韩会谈，只是一个开始。记者综合报道。严老师，您认为这样的一个契机？如果之后真的有一个合作空间，您认为对目前在这个东亚的一个平衡，甚至对于刚才日本媒体所担心的，这是美日同盟的一个部分，这个南韩会不会可能跟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产生质变，进而产生新的一个化学变化？我觉得就是从金正恩的角度来看啊，有一个平昌奥运，那确实再加上文在寅执政，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他也很懂得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虽然我们讲啊，他的大概只有两个选手是符合参赛资格的，而且还过了报名的时间，但是因为他愿意走出在这个新年的谈话当中讲出他要参加，那大家分别努力之下让这两个选手能够参加这个花式溜冰的，然后再加上啊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冰上曲棍球队跟南韩的一起啊组一个共同队伍，那还有所有的用使用国旗进一个统一的旗进场等等，就营造出很不错的和解气氛。然后刚好又碰到文在寅是在竞选期间就说他要继承金大中、卢武铉的阳光政策跟北韩和解的这样，而且他自己父母亲来自于北韩，对不对？他是等于算是在南韩的北韩人啊。然后他还讲过，就是说，哎，收到这封信以后，他还讲说希望能够带他的母亲回到那边去。所以刚好就有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啊，那他也做了这样的承诺，刚好有这样的这两个 event 吧，事件嘛，一个就是我们讲现在的冬季奥运，然后随后三月还有一个残障奥运，所以这个气氛可以延续一段时间。那你觉得这样的气氛对于后续，因为尤其可能有的人开玩笑了，说现在可能 Pence 这一次到这次奥运的时候，他的感受可能不是那么非常，所以美国，我觉得我们如果看所有的美国报道，就觉得被金正恩将了一军啊，然后也就觉得说南韩怎么就这样接受他，所以美国的报道就是报道那个韩国对北韩的一个在首尔的一些抗议，他们报道了蛮多的。但是你看那个彭斯，我觉得说第一个他都不知道到底要不要跟他们打招呼，后来决定是完全不打招呼的。但更重要的是他还带了啊这个去年在这个北韩被他们关的这个年轻人，然后回到美国就死掉，好像是中了毒的，把他的家人带到那边去，就表明我就是反对你北韩了。那如果今天美国说南北韩要对话，要北韩要先跟美国要有一些接触吧，可是美国所做的动作好像就是不想跟北韩有太多的接触。是因为也有些人会认为说，哎，你现在南北韩关系好好的啊，你就不用再去担心那核导弹去可能打到你美国本土或者是夏威夷关岛，那美国有什么不好的呢？可是问题是美国的主张，美国的政策底线就是非核化，对不对？这个非核化在你第六次去年这个第六次核爆之后，美国还为了这个，今年上个月还开了一次温哥华会议，对吧？把这些过去冷战期间韩战的一些盟友找来开个会议，那表示说美国今天的立场
那这个立场，这个非核化的立场，它是坚持的。那中国大陆也是坚持非核化，所以在这方面两国是有共识。可是王毅所提出来就是说，希望双方就是我们叫做就是双刹车嘛，那就是希望南北韩。北韩停止核武，那南韩跟美国的军演啊这些合作也开始稍微减少了，那这个才是大陆愿意看到的。可是现在我觉得这样子互动之后，可能暂时短时间是蛮符合啊，可以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情势，但是长时间还不一定。齐大哥，你觉得呢？现在这个局面，可能美国似乎有点觉得没有control 住这个状况，没有控制住。可是如果站在中国的角度，他对于这样的发展，你认为他的一个态度可能是怎么样？其实美国也松了一口气，还好有一个平昌奥运，他不必在军事问题上更进一步的去强化了，就不必了。那中国这边的话，中国其实应该讲说，在去年的十二月的时候，中国跟美国的和解达成了一个联合国的一个制裁的新协议。那个新协议说实在的，就是中国现在还是持续的帮助北韩，比如说这个不仅是原油，还有成品油，还有海外的务工。海外务工，美国统计啊，朝鲜人在海外的务工有93000多人，很多是在中国大陆，还有一些的船只到朝鲜。本来这三个东西，美国口气非常强硬啊。第一个就是原油全部停，后来经过协商，就是原油不停，成品油呢年500万桶变成50万桶。然后那个务工呢，本来限定2个月全部遣返，现在是12个月遣返。还有船只呢，本来是义务性，中国要义务不可以再有船到去，现在变成酌量处理。什么意思？就是说中美两强之间在朝鲜半岛的问题上有 deal， 是他们是有交易的，是。所以这就是说，我觉得这美国松了一口气。那你说军事上可不可为呢？军事上我不敢说完全不可为，但它有个问题解决不了。后勤不是作战。我举一个例子哈，后勤，美国在韩国的公民有20万人，在韩国5万人。我问你，这25万人怎么撤退？这是一个，是不仅在韩国要撤退，在日本的美国人也要撤退吧？在东北的美国人要不要撤退？都在这个范围内，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要动员的时候，美国军方说了，说我不是考虑到小打一下就行了，不行。军事上的准备你小打，但是要做大打的准备。韩国要动员270万人，是美国要动员70万人，船只160艘，飞机1600架，这是美国。